天后九零蔡依林最近推出新专辑，话题不断。首播主打《怪美》的 MV， 九零在里头打完角色扮演，她也晒出一系列侧拍花絮，而其中有一张一这个超狂的坐姿，真的把大家惊呆啦！九零在网上分享的照片中，扮演法官穿法袍戴假发的她，瘫坐在椅子上睡觉，还发文写下档案。累的好吗？接着下一张，只见他一本正经的拿笔写字，但却把两只脚张开放在桌上，露出脚底板，这高难度的坐姿吓坏网友。姐的幽默真的也是让大家喷笑啊！粉丝也纷纷在底下留言大赞九零筋很软，还有人忍不住调侃发问：脚有洗吗？是说可以拍出这样的极限照片，大概只有姐一人办得到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